女小智她全家人神秘嘉宾从头到尾一直都没有曝露，然后直到今天，大家不知道吗？好像不知道，不知道吧？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那我很会保密。你唱那唱这首歌，大家就会知道，是吗？就破梗了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很会翻唱其他男歌手的歌，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说：“哇，张健好厉害，好会那个重编男生歌。”那要说真的，什么？要说什么事情？那个，我等一下，我要找到重点，不对，我要讲到重点，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怎么没有在一起过，真正的没有，对，我们没有在一起过，我非常确定。那个在音乐上面就是面对面在一起没有过，好像真的就是第一次呀。就是昨天彩排的时候，只有到昨天彩排的时候，然后我一直都非常期待可以遇见你，因为与神良后相见欢。所以我今天呢是与神同行的。对，所以今天下雨。对，所以今天下雨，所以抱歉大家，因为有蔡健雅跟萧敬腾。最抱歉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五月天现在在户外开演唱会。没有，我们应该跟五月天道歉，我觉得。我们应该去他们那一场。我觉得可能会是。这个。霹雳，好了，没事。然后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姐姐 ，yes， 我今天是来报恩的。哦、really? ，我最喜欢人家来报恩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十年来，你不是帮我写了一首歌吗？叫《只能想念》。这十年来，yes. 只能想念你。是。这首歌替我赚了不少的零用钱。真的吗？也谢谢你，不然我不会走到现在、啊。这首歌，我活不了现在啊！真的吗？对啊。那我的那个版权也是因为你啊，我现在才活得了，因为你唱很多次。